一格想炸我是不太可能的，来，好，我等下第三呢，你看，你看哦，别干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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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打个排位。中路现在要抢就没什么，就是一样了。就刚刚说的那几只，你不会打野，没关系。我不会。哎、欸，这个人是打野位 ，OK， 这个人是打野位。好好好，不要吵架就好了。我现在是那个情绪管理大师，好不好？各位请收回你们的情绪，非类。OK， 自己打自己。哎、欸，这把可以玩安奈特、欸。你们知道可以扛吗？我可以扛那一只莫拉哦，我可以扛那只莫拉。完蛋了，要吵架了。没事，我先看，我先看，我先锁了，我先锁了。各位，我可以扛那一只莫拉。他不管是开大或是那个什么，他进场前他都可以。哎呦，选一个一格，你是打不到我的兄弟，你打不到我，你会被我消耗到烂掉。哎、欸，这把看我秀。这把我超好打， 我想认真，完蛋了，这个不好打。哎、欸，怎么他来一只这个、啊？完了、啊，这个就不好了，经验就不好了，这就不舒服了，这就不舒服了。哎、欸，看来他真的是之前用飞泪打野的，他刚刚那个制裁，哎、欸、，PU 怎么这样说话嘞？你那飞泪一按出来是带制裁的呢，代表你上次玩飞泪的时候是打野哦，的骗哦。没关系，叔叔原谅你，好不好？今天最后一把，我们心平气和的结束这一回合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就看我今天从头到尾，你就看那个鞋子到底是哪里有问题，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卖出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办法原价卖回啊。可悲啊，可悲啊，干嘛、啊、看屁啊，兄弟，一格要不是你长得可爱，我跟你讲直接往你脸上冲，真的，你是男生，全部在左边，那一个打野应该拦截，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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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不到碰不到碰不到啦，你碰不到我，你开二技你想干嘛，碰不到碰不到，我手很长。兄弟，打入侵一点，来，你是飞泪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来，过去，过去，对，就这样，串他，串他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没事，走了，哎、欸，矿山后卫，哎、欸，我中心，OK， 他们还没到，还没到，还没到 ，OK， 蓝起的莫拉，哎呦，这不错，这人不错，这人不错。这人不错不错，哎、欸、你要不要吸？你要不要吸？欸、不是，给你吸你不吸、欸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要！我操！这我没办法，我没技能了，我只能跟他说 so sorry， 但我可以继续干扰下路。下路要不要吃？好，没事。那个打野现在在上路啦，所以我才直接走这边。你看有没有？为什么嘞？讲过很多次了，因为刚刚对方。打野是蓝旗，所以他代表说干嘛？你干嘛啦？你丢不到啦！我有盾呐、啊！他就这么嚣张，他等一下要被我处理了。我等一下就恶心他。安奈特就是一只恶心人的角色，他的缺点就是他没有爆发，但他就是一直恶心，一直恶心。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大局超好用。来，等一下为您示范。我先站这边试。哎、欸，没有人要来，没有人要来，那我直接封口。哎、欸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、欸，通通不准动，通通不准动。哎、欸，来插他。对，哎、欸，没插到，好，没关系，打下路之之。有点尴尬，好，没关系，也是可以。管道，管道，收头，收头，收头。你的，你的，你的。啊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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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行，我的也行。这赶快吃那个莫拉。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哎、欸，好像不行哎、欸，完蛋了，要神啊！没想到完了，你蓝 buff 被录了。好亏，刚一定要抢，你懂吗？因为那个蓝 buff 我方的已经被吃掉了。那、小虫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扛到刚刚死掉？
显示是错误吗？哎、欸，讲过吧？哎、欸，没有他，哎、欸，他刚不是复活吗？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之前呢，有人问我一件事情，就是哎、欸，叔叔，为什么你打游戏的时候啊，就好像就是比较开放，然后为什么你玩那个你在唱歌的时候啊，就是你的那些 cover 啊之类的，你看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就看起来很文静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基本上是有两种不同的。我跟你说，谁打游戏会不激动的？我就问你，谁打游戏不激动？你请任何人来都一样，好不好？你请任何人来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那个台上那个什么那种打游戏的时候不激动，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演出来的。你懂我意思吗？谁私底下打游戏不是这样啊来啊去的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沙发、啊、兄弟，好、哦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好了，给你一个闪。好了，他要逼我闪，这个我没办法。兄弟，我以为你要接，我刚直接把他晕了四秒了吧？但是这个中兵，这中兵没救了，我们红 buff 也没救了。甲虫，你现在有点乱哦。甲虫，你现在打野节奏很乱，完蛋，甲虫爆了。OK， 野凯爆，没事，我来。周末来这附近是不是？没有。嗯，基本上我不太怕他们其任何人，基本上完全不用怕。你看他们想过来，他们想压塔，不可能。等一下想压他，如果敢直接这样压进来，我就直接开大就好了。反正是他们现在很乱。哎、欸，这个蓝 buff 为什么假装不吃蓝 buff 啊？怎么在这里啊？来，我等下第三呢、啊。你看，你看哦。没干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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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失误。哇，我以为他那个哎、欸，被他躲掉了、欸。我看他被他躲掉，哭了。他二技能躲掉。哇，我反而被他秀了。哎呦，干嘛、啊？一格想炸我是不太可能的、欸，兄弟，你有点过分了，你有点过分了，飞雷打他。搞心态？问号？什么意思？他说辅助搞心态啊？干嘛、啊？要吵架、啊？好好打不行吗？真的是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上面草丛都要探，你看这就很明显，里面有一个人，你懂吗？先把他探一探，先把他探一探，全部都不准过来，这样子。好，我开一个大，你们有没有要接？没人要接的话，我要被逼闪了，我倒了我。嗯，慢慢消耗，慢慢消耗。有没有人要接？这可以打，帮他，帮他，不要再打字了，拜托了啦！哇，他们刚刚两个是不是在那边打字啊？那个甲虫，不要再打字了，拜托你，不要再打字了。最讨厌就是打字了。你要嘛就是直接开麦讲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来，我来恶心他。这个中路基本上打不赢我，这个一格基本上打不赢我的。好吧，他有摩拉，拜拜。这个红区，他应该是蓝 buff 刚刷完吧？我刚刚没有注意看、啊，他应该是蓝 buff 刚刷完，这个红可以蹲。啊、他人怎么在下面呐、啊？哇哩嘞嘞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这个随便吃，赶快，谁吃都好，谁吃到都好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吃，给你，哎、欸、靠，要怎么做呢？啊，没关系，给我更好。这个安奈特缺红 buff， 对，就跟吕布缺蓝一样，没有办法。这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高级观念，对。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你头破了你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来啊，一格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你们丢大炮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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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金塔二技挡掉，哇，好爽！哎、欸，恶心！哎、欸，我发现我只要搞这个一。好 ，sorry， 哎呦 ，sorry， 哎呦，要死我！刚那三发如果打到我身上，我可能会死。你好喂，好像有点玩得太过火了，是不是？但中路就是要打个够疯啊！就算是他是功能斧，你也要打得够疯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随便放啊，放中路也可以啊，随便放。对我现在没开麦，我刚才自言自语。拜拜。欸什么？哇！哎、欸，用到了、欸！啊哟喂哟！哇，我刚成功把它拍下
来了，哇，直勒了个去！有没有？就是我刚刚这样子用，就是把它拍下来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边可以弹一下，弹一下，弹一下。No， OK， 哎、okay. 欸，没吸到。啊！杨景云那个艾莉，谢谢。杨景云那个艾莉，完蛋了，兄弟，你们好像都要死哎、欸！你们好像都要死哎、欸！右边有一只莫拉、欸，是不是？右边是不是有一只莫拉？我跟你们说，安奈特的精髓就在哪里呢？除了恶心以外，就是不停的移动。因为你不停的移动，你就会一直不停的回魔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从头到尾他们魔没有在耗的？你有没有发现？因为我一直移动，安奈特就是这样。你看我走一走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蓝条？你看我现在都放进来，然后我走一走，你看，你看到我蓝条都满了，有没有？超恶心，精髓就长这样子啊，一直恶心啊。你看这个伊格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被我压。你看过进去吃塔一下，没差我二技，嘿嘿。你就用你二技能的盾来去，拜拜。哎呦，哦，小可怜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莫拉拜拜。我们还有一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，那个林地是看到我直接想要杀我的哎、欸，他大我，他每次都直接大我哎、欸，他大我逼我要开大，让我没办法，我会死，我会被消耗太多血线了，我就没有办法一直赖线了。但是我的大局很快就好了，来，好、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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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游戏结束，游戏结束，哎、欸，各位上路上路，快快快快快，游戏局了，游戏局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干嘛，拜拜，哎呦，躲一下 ，OK， 摩托斯搞笑。一技能头破喽！你哎、欸，对哎、欸，给你们一个盾哎、欸，没有人被抢了。好、哦，剩谁？林地，林地刚刚一直搞我，我现在来搞你，来，过来出来，哎、欸，别想出来！我在跟你说 ，counter pick 哦，哇，不信嘞、欸，不急着选。不急的选，我们那个为什么 counter 呢？我来先跟你们微微解释。完蛋了，又到那个赢的时候要嘴炮的时间了，没有错，没有啦，就认真跟你们分析啦。因为现在这个是实打实录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跟你说为什么这样子。那简单来讲呢，就是安奈特的大绝不是可以把人家给隔开吗？哦，把敌人给隔开，而且会晕眩，对吧？如果你在他旁边的那一瞬间，他也会不会直接被挤开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为什么莫拉或是一些可能刺客角色不太喜欢他？原因就是因为安奈特的选用价值就在于他可以直接把敌人给断掉、断招。那莫拉不是他大绝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我忘记几刀了，反正就是第三刀之后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他会被控住。虽然他这个 bug 没有修对，就是莫拉的大绝刷刷刷刷刷的时候，如果你是萨尼，你是。那个什么，随便一只，比如说卢米亚之类的，你放一技能过去，你在他刷的时候，他是会被控住的。对，莫拉就是有这个 bug 在，存在多久了不知道，你自己去问格瑞娜。反正呢，莫拉一开大，我就开大，他就被晕了，对吧？那莫拉冲过来，我就直接开大，就这么简单，他就直接被我拍在那边。那这段时间有一秒的时间，他是不是死定了？对吧？这时候你的队友就涌上去了吧，对吧？那如果没有涌上去的话怎么办呢？直接给他三个赞，就这么简单。好、哦，教会你们了。OK， 今天就是这样子，下播了，拜拜。